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因缘小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的是美的觉醒，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今天蒋勋老师要我们来介绍的是新疆文物大展这次所出土的一些佛教艺术以及翻译的佛经。是，我想在我们谈到丝路传奇这个部分里面，其实佛教艺术应该占重非常重要的分量。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其实就是敦煌，敦煌所有的洞窟上百个洞窟全部是因为佛教，所以这个地区是一个佛教很重要的流传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流传我们过去不是很了解，我们就它只是信仰佛教。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艺术形式本身影响到整个中国、韩国、日本的这些佛教造型的发展，然后又连接到印度跟中亚这边的佛教造型，所以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转接站。所以很多年前我去走丝路的时候，其实第一站就是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石窟现在它的知名度当然没有像云冈石窟或敦煌石窟那么有名，可是因为敦煌、云冈大家容易到，克孜尔的交通很不发达，它等于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北端，其实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库车。所以我们今天读到克孜尔，读到库车，其实都是翻译的名字了，就是维吾尔族的一些翻译的名字。那这个地方就是古代的龟兹国，龟兹国，那古代写的乌龟的龟，滋味的滋，去掉三点水的这个字龟兹，其实有不同的翻译。因为等到玄奘大师经过这里的时候，他翻译成屈支，所以翻译一直不太一样。可是大概克孜尔、库车、屈支、丘兹大概都有这个音在里面，就一个科的音，一个兹，这样的两个音合在一起。那克孜尔石窟我自己到现场的时候，因为几乎没有游客，因为它交通很不方便，在面对的河，然后在一个红色的山壁上，一个一个的洞窟。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佛像是非常早期的，非常早期，一般人都认为它等于是中国石窟佛教艺术最早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多半像敦煌很多的唐代的洞窟，所以我们比较不容易接触到最早期的佛教，原始佛教传到西域这个地方，甚至还没有到中国，因为中国其实是受到五胡乱华以后佛教慢慢盛行起来的这个影响，它的造型形式。所以进到洞窟里面看到这些佛像，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就很不同啊，大概都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然后里面用大量的石绿跟石青这种色彩，石绿跟石青都是矿物颜料，所以非常的稳定，所以在那个壁画，尤其这个地方又干燥，所以色彩非常的漂亮跟斑斓。然后另外就是佛像的整个身体的这个造型非常的单纯，然后大部分都是露出右肩的肩膀的一个披帛。那有些地方是变色，比如说它变成黑色的这个部分，大概有时候里面都有铁矿，比如说赤红色的铁矿的颜料，所以它就变黑了。那头上有头光、背光，所以这些佛像说明了最早期中国佛教造型的一个传播的这个形式。因为龟兹国后来跟整个佛教佛经的翻译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说《金光明经》，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次展览当中有《金光明经》的手抄本出来，大概是北凉有一个叫谭无忏，他就已经把《金光明经》翻出来。我想现在很多的朋友信众比较少碰到这个经典啊，我们现在大概读《金刚经》啊、《心经》啊、《妙法莲华经》啊，大家比较熟悉。可《金光明经》以我了解，包括信众当中读它的都不多。可《金光明经》其实就是本生经，就是佛陀在成佛以前的前世的故事构成了金光明经。那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很着迷于金光明经，因为克孜尔石窟也好，敦煌石窟早期的部分壁画里面很多的内容画的是金光明经，因为金光明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而这个故事都跟舍身有关。所以你在克孜尔石窟你常常会看到人的身体啊，它的表达的方式跟后来看到的佛画不太一样，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激情的部分。比如说我常常喜欢讲的尸毗王割肉喂鹰，就是佛陀的前世曾经是尸毗国王，然后他为了救一个鸽子，所以他把他自己的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去喂给那个老鹰，因为老鹰要吃鸽子，他必须要舍身，是舍他身上一片一片的肉去把鸽子救下来。那么他就变成了早期这个洞窟壁画里面很重要的来源。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大概都是佛
入定啊、禅定啊这种很安静、很圆满的宝相庄严的相。可是《金光明经》里面，因为描述的都是舍身故事，所以割肉喂鹰、舍身刺虎。他有一世是萨陀那太子，他为了看到一个老虎跟七个小老虎没有奶吃，要饿死，他就自己从悬崖上跳下去，然后摔断骨头，然后让他的肉喂给老虎吃掉。他每一世都是舍身。所以如果你了解金光明经，它变成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你会感觉它对肉体的表达，就是哎，为什么会有裸体的人像，然后好像很多人在切割他的身体之类。因为在金光明经里面一直在描述这个东西，认为一切难舍不过己身，一切最难舍的不过就是你的身体啊。我们施舍衣服、施舍钱财都比较容易，因为金光明经里面一直强调一切难舍不过己身，你的身体是最难舍的。所以它是等于佛陀修成正果的前世的这个金光明经。那金光明经后来就翻译出来，那谭无谶翻了四卷，那么变成我们这次在展览当中就看到有手抄本汉文的金光明经。那其实我知道秋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翻译佛经的大师，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鸠摩罗什，他也翻过金光明经。那我想讲一下，就鸠摩罗什，我们今天读的《心经》《金刚经》《妙法莲严华经》全部是他的翻译版本。那他是我最敬佩的一个翻译家，因为包括玄奘大师，他其实到印度19年翻译了很多佛经。可是玄奘大概有点像学者翻译的文字啊，不是那么容易懂的，而且比较艰深，这种深奥一点。可是鸠摩罗什，我觉得他简直是一个诗人，就是他翻译。比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他翻译出来的。就这个句子，你常常想梵文是什么？他怎么样去翻这个东西？因为他的父亲是北印度的人，后来逃亡就逃到了秋瓷国，就娶了秋瓷国的公主，就生了这个鸠摩罗什，所以他的梵文很好，汉文也很好。然后秋瓷国的语言也很好，所以后来法国的很多汉学家就发现，我们今天翻译的很多字，比如说我们叫出家众叫沙弥或沙门，不是梵文，其实是秋瓷语，秋瓷的吐火罗语，就当地的一个语言。所以鸠摩罗什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当时翻译佛经有名到什么程度，就是中国当时是前秦苻坚做国王，前秦苻坚听说有一个人这么有学问，翻译佛经这么好，语文又这么好，就派了70000人去打这个秋瓷国，要把他抓来。就是翻译佛经到最后会这么有名，后来就是吕光大将，吕光率了70000众灭秋瓷国，就是要把鸠摩罗什取来。他是7岁就受具足戒的，受具足戒，所以等于是守戒很严的一个僧人。可是后来被因为吕光他们军人就有一点粗暴，就强迫他娶妻，强迫他喝酒，就饮酒两戒俱毁，然后把他带到了长安。可是他在长安就是继续翻译，他的一生就翻译了，尤其是他的《维摩诘经》，大概都是每一次我读到我都感动得不得了。从痴有爱，则我病生，就是大乘佛学的一套经典，大概都是透过他翻译。所以我们看到鸠摩罗什这样的一个角色，很代表了我们今天讲丝路这个地方佛教传播的一个精神，就是他们在一个很奇怪的路上，而这个路上充满了商人、强盗、蛮横的军人，可是他们在那边讲信仰这件事。所以他们常常7岁就守了具足戒，可是你可能到了几十岁的时候又忽然要被人家强迫娶妻，可他要怎么样去守他自己的戒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地区的佛教非常特殊，所以他在整个的修行跟入世之间有一种大的冲突，可是也变成这个地方的佛教我觉得最迷人的东西。就是我常常想说，《维摩诘经》它可以翻译成从痴有爱则我病生，在讲大乘佛教里面，你对人世间有更大的痴爱，你是要担负所有众生的病的。我觉得鸠摩罗什翻译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他自己的生命的感觉都有关，就是你最后是饮酒两戒俱毁的话，你如果以个人的修行我也可以不要活了嘛。可他继续活下来翻译佛经，其实也觉得那个病到底是什么意义，就是你对人间还有这么大的爱，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地区的佛教艺术是一直我最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它很复杂，它不像我们平常想到的佛教这么单纯。像在塔里木盆地的这个南端的这个丹丹乌里克啊，这个地方的洞窟出现了非常美的佛像。我们很少看到佛像的眉眼之间
传达出一种很深情的感觉。嗯，就这个佛，我们平常佛像都是端正的，可这个佛像转了一下头，然后那个眼神在看着一个远远的地方，我觉得有一种对人世间很大的悲悯在里面。啊，那种表情是一般的佛教艺术人不太容易看到，所以我自己因为在巴黎的那个集美美术馆啊，它里面有很多属于中亚跟西亚的佛像艺术，我觉得跟汉族后来常常在庙里拜的佛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佛像通常就是我们叫庄严宝像，它就只有一个表情，就是超越人间的智慧跟慈悲的那样的一个表情，可是在中亚这个地区它反而有比较多的人性的东西。我说的人性就是说包括我们可能常常讲说贪嗔痴，可是在这些佛教艺术里面它会流露出来，好像它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人间的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去尽，所以很像维摩诘经了。因为维摩诘最后就是说我因为对人间有太多的痴爱，所以我会生病，所以我的修行就是在修这个病。那别人问他你什么时候病好，他说众生病都好了，我的病就好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地区的佛教就是透过鸠摩罗什的翻译传达的另外一个大乘佛教的精神。那么在于田，就是产玉的于田，也有一些洞窟，我们看到这个佛像是于田的。所以我在讲的是有一个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的北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克孜尔石窟，南端就是丹丹乌里克跟这个于田的佛像。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些佛像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觉得是了解佛教艺术很重要的一个起源，因为它等于是中国佛教艺术最早出的那个造型啊。那个而且我刚才讲人性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他没有把佛陀整个太过神像化到高不可攀，你会觉得他所有的修行都还在人间，他所有的东西都还到人间来做这件事。所以比如说这次展览出中间有很重要的一个手抄的妙法莲华经，那妙法莲华经也是鸠摩罗什翻译过，那鸠摩罗什翻译妙法莲华，我们知道妙法莲华经也是佛陀晚年很重要的一部经，在印度的灵鹫山上对大众讲这个经，所以妙法莲华经里面给我很大的感动，常常在讲福田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块土地叫做福田，那这个福田天上在下雨，那这个田地里面有稻米有五谷对人好的东西，可是也有杂草也有荆棘，可是雨下来的时候所有东西它都被就是普施天下的这个甘霖，这个雨下来不会说我只下给马铃薯或者是玉米人要吃的东西，而那个草野草跟它就不像。我觉得我们对福田的了解有时候是狭窄的，可是在读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它反而是广阔的，它告诉我们有一个反省，说我们自己也许在分说啊，这是好的所以你应该对它好，那这是坏的所以你不要给它雨水，可是雨水下来的时候不分这个东西的。我觉得那是佛陀精神里面在妙法莲华经很动人的一个部分。可是我知道我每次读我都告诉自己说我做不到，因为我在人世间我还会分啊，这是好人这是坏人，我常常会这样分，可是你读妙法莲华经他到最后跟大众讲佛法的时候其实是在讲这个东西，说我们心念里面还有太多要分的东西要去分，可是如果有所谓的天普天下的慈悲他其实不分这个。所以这个地区的妙法莲华经用这样的汉文手抄着，我觉得也说明着一个很不同的意义吧。比如说我到敦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他们很喜欢画的题材，就是五百出家众的故事，可是那个壁画如果你看下去你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它是五百个强盗。我们知道这个思路上都是强盗，因为很多商人有商人就有强盗，因为动不动就我们人多嘛，五百个人我们就把你这个骆驼队伍全部就干掉了，然后把钱就抢掉，人就尸体这样丢掉这样，所以他们是作恶多端的。可是最后他们有一次就被官方抓到了，抓到以后就认为你是作恶多端呢、啊、当然就是要给极刑处罚，就把他们全部眼睛都挖掉，然后就丢在身让他们自生自灭，所以他们就变成非常痛苦的人，然后就在对天哭嚎，就是现在才觉得说自己一生真的犯了太多太多的罪，然后就要忏悔，就觉得说希望能够有佛来度化他，就是说佛陀刚好经过然后就听到了那个哭声，然后就度化他们，所以他们就剃度变成五百出家众。那么这个在敦煌壁画里看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非常思路上非常现实的故事，因为
我们总觉得这些作恶多端的五百个人应该受这个惩罚，可是大概这就不是佛法，就是说所有的恶都有可能被包容，如果他忏悔了，如果他有转向的可能。所以因此我想这个地方的佛像，我常常觉得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眉眼之间的悲悯在里面。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佛像其实是我们在中土的佛像不容易看到的。我想大家注意一下，那个眉眼之间有一种喜悦，它是真正的慈悲，眼睛眼神里的那种，还有嘴角上的东西，它是很犍陀罗形式的，就从阿富汗一路下来，在丝路上的佛像都是这个造型，然后很美，很喜悦，好像觉得面对的人世间不管再大的苦难，他都用这样的一个笑容在度化人间。这是我在巴黎在集美美术馆的时候，我每次看都会觉得，哎，为什么跟中土的佛像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中土佛像是比较庄严的，可它是很充满了喜悦，像这一件也是。你大概可以看到它的五官其实是很阿富汗这一代的人种，或者是西亚就丝路上的这些人种，高鼻子啊，双眼皮。可最美的是他眼睛的跟嘴巴的里面一种喜悦之情，好像带笑的那个感觉。那我也希望把今天讲到这个佛教艺术跟他们的佛经翻译，刚才我特别讲了鸠摩罗什的故事，就是当我有一天知道鸠摩罗什的故事的时候，我再读他翻译的佛经，我真的被震撼。就是他是饮酒两戒俱毁的人，而被大军七万人抓到长安的，可他最后翻译出这么美的佛经出来，那里面的精神是很惊人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地区的佛教艺术现在很多专家在做研究了，那我觉得它是佛教从印度传出来通向各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因为它其实各宗的，比如说密宗在这个地方也很盛行啊，西藏藏密这个系统也很盛行，所以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教派，而这些教派彼此之间互相交融的东西产生了非常活泼的一个力量。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次展览里面非常受大家注意的，就佛教艺术除了佛菩萨以外，有一种护法，就是天王。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就是佛教是继承了古老的印度的印度教，印度教里面有什么比湿奴神啊，有湿婆神，他们就变成了所谓当时翻译什么什么天，因为佛教后来认为天是有好多33天，每一个不同的阶层，就像我们说一个企业里面有总经理，有副理，有什么好几个副理，所以就有天王出现，比如四大天王是主管四个方向的天王。而这些天王对中国汉族的人来讲，他从来没看过天王是什么样子啊，可是据说天王是可以把邪恶的力量踩在脚下的，所以他们就想，哦，那这个一定很威猛，所以他们就用了当地的将军的样子去做了这个天王像。所以这件天王像非常的特殊，因为几乎是唯一保存下来的木雕的天王像。我们知道天王像有陶土的，有金属的，都比较容易保存，可是木头很容易腐烂，可是也是因为丝路这个地方比较干燥，所以就保留了非常漂亮一个天王像，连上面的色彩都这么灿烂。而这个天王像最难得，它是由30块不同的木头拼起来，它不是完整的一块木头，可是接缝的部分你如果没有专家去做研究，你几乎看不出来，因为它外面的彩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一个非常威猛的天王啊，张牙这样衬木，脚上踩着一个小鬼踩在底下。那这个后来就变成了当地的老百姓觉得，既然它是佛教护法，有镇压邪恶力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就把它放在墓葬里面，墓地的门口，就等于是守墓，变成了守墓的神。其实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形象，应该也觉得跟我们台湾庙里面的那个门神非常的像。其实门神的来源也是就是护卫的感觉。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佛教艺术发展出来的另外一个源流啊，就是佛教艺术有佛，有菩萨，也有这种天王，它越来越跟民间结合。那比如说在克孜尔石窟，你看到到五代的时候，就唐朝已经结束，到了五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这个菩萨的形象，它已经是民间的所有的人的形象开始进去了。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第一张克孜尔石窟的早期的佛像完全不一样，它是比较白描的线条，已经很明显受到中国文人的某一种影响。好，所以我觉得也许这次大家看丝路传奇，其实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到
克孜尔石窟，然后一路下来丹丹乌里克、于田石窟，然后到敦煌。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直接到敦煌去看，其实还有北端更重要的石窟连下来。你对佛教艺术，尤其是早期，可能做多一点的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慢慢后来修正啊，就是使得自己对佛教艺术的原来的偏见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弥补。是，感恩蒋老师为我们讲解丝路传奇。谢谢，谢谢蒋老师，好精彩。谢谢，谢谢。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我们更要感谢的是锦华导播，也大家电视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因缘小聚，美的觉醒，我们下次再见。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